我是英子，今天来为大家带了一段步子舞《火火的中国，火火的时代》，一共是8个8拍，我们是前面4个8拍跳两遍，后面4个8拍跳两遍，先来前面的前半部分的，1、2、3、4，往后退，5、6、7、8，二的时候顶胯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三，左右退，看一下这个啊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啊，第四个，4、2、3、4，然后5、6、7、8的时候抬腿就行了，5、6、7、8，啊，后半部分，这个跳连着从这里开始跳两遍，然后再走后半部分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退，2、2、3、4，一个律动，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摆胯，5、6、7、8，再重复一遍，3、4、5、6、7、8不一样，看着啊，5、6、7、8，好，结束。看一下背面的，把那个律动不会的话，完了单独给大家做一下分解啊。来，从第一组开始啊，跟着走，你看云云的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顶胯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上脚，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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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1、2、3、4，抬腿，6、7、8，好，这就前半部分，跳两遍，第二部分往前走，4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后退，2、2、3、4，律动，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，看，5、6、7、8，结束，啊，好，这个步子舞稍微简单一点。如果跟音乐的话，就是 A 两遍 ，B 两遍，然后这就完整的结束了。然后等到第二遍，我们音乐还没有结束，我们可以再跳 A 4遍、B 4遍，就可以把音乐跳完。